吓咩嚟噶？我都唔知道。哇！吓、啊？戆鸠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 DJ。今天呢，请到我两个好朋友。大家好，思雅。大家好，思雅。谢。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个熟悉的场景呢，有没有想到之前我跟思雅姐就是在这里 PK 的？哦，周星驰啊，还有及港剧啊，港剧周星驰。那时候呢，超常就是一个我们评审嘛，这次我就带他一起上镜头，因为这次到我做评审，要你们来 PK。首先先说哈，他们两个常遇到我呢，那就很常讲广东话，特别沙姐，梗系啊 ，OK， 成日讲。阿超强，啊系啊，又成日懒咧，咁又系要讲。那我自己就想跟你们介绍一下，在香港的时候啊，我读中学那个时候，九十年代呢，我们就有一个很一瞬间的一个文化 ，MK 字的文化。MK 仔，对 ，MK， 什么是 MK？ 蒙哥 ，Michael Kors， 就是 MK 这个字其实有点贬义，就是像是很台啊。我知道啊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，下次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们那时候会，譬如说那些字啊，会做成那种闪亮亮的，有吗？大概同一个年代吧，同一个年代吧。这是小学，这个是国中的时候，我姐姐那个年代啦。那还有这种非主流，在 MSN 上面你会看到这种很多符号，哇，字变很美，图案，对，然后要讲一些非常 gay 白的字。那那时候呢，我们出现了一堆字，就是譬如说我好想你。那正常打就是这个我呢，我们会完全把它改成另外一些字来代替，然后要变得很 gay bye， 就很可爱、很撒娇的感觉。我们又有撒娇年代哦，拜托。然后呢，我就来考考你们，你们看到这些字之后，到底懂不懂我们在讲什么？好，哎，我很期待耶。就有点像香港的火星文。对，火星文。火星文。抢我这只狗啊！来啊，那我不要这个。好，那请看第一题的文字。哎，怎么念广东话？好对唔住，好对唔住，咩不对？抢狗，好对唔住，差不多。我来看，我对不起，不对，好对不起。啊，很接近，你很。是要讲广东还是讲中文？广东话，广东话。我对唔住。我都唔知道，我都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，你吹什么？哎，嗯，让给了我好不容易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我有可能接下来都不知道。你看，很厉害耶！我们把这个我换变成我都唔知道，我都。歪歪的广东话，很可爱吗？你觉得？我在初底的喜欢念出来，我不走啊！而且它是一个那种哦，那个那个感觉，张可安对。OK， next。真系好啊！抢到啦！系你真系超靓女，系咪？快点放下！你真系好靓女。可是这个巧是念好咩？是好，因为他会歪声。你真的好靓女。哦，巧的广东话念好啊。好，你真系好靓女。加分加分啦！下一个，第三题，很好玩呢。哈？咩来噶？我完全看不懂。我冇去嗰度啊。可是什么意思？你懂吗？我不懂，我想一下。来，念对了，他念对了。来，我要跟你讲什么意思。好，我没有去那边啊，是吗？啊！天哪！他念得出来，不好意思。我马上会说的哇，而且我们很常会用这个哇来做收尾，好像很可爱一样。可爱吗？卡哇伊。念完都不懂啊，这个人。死雞啊！呢啲人，執死雞啊！冇噶，我自己都知道點發音啊！那二比一咯，喂，蘇華姐加油，好冇？來第四題，來啦！啊？這個很難哦，有點難哦。阿丽好好，阿丽我，阿丽我，阿丽我好，阿丽我，阿丽我好，十好十铺，十铺，
要来我好 support 你噶。什么 support 之类的吗？我支持什么的？亚雷亚雷妹，亚雷啊，我永远支持你。前面是什么？这两个字？亚雷是怎么念的？阿莱，怎么懂？阿莱我好。阿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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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？阿莱就是泰文的什么？好了，阿莱就是一个人名了。什么？哦，就阿莱，就是雅丽，雅丽，我支持你。啊，是这样吧 ？Support 就是英文的 support， 然后把它变成 support。啊，我刚才在那边笑他，怎么可能是 support？ 真的是 support 啊！我跟你讲，火星文啊，火星文，你不要用中文的逻辑。但阿莱是什么梗啊？阿莱是很有名的人吗？因为这个，我们要把那个阿字变打成这种亚洲的亚，就是阿丽。对。Support 这个字很可爱啊 ，Support 这样 ，Support 好，三比一啊，来，可恶，在舞台，你个好叻咩你？秒答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现在很厉害吗你？哎呀，你个好叻，叻是厉害，咩你？哎呀！哎，这其实已经过时了，其实完全就是中学一结束就没了耶，就这东西就没了耶。你是说你自己别人，还是现在中学生？现在应该不会吧？已经是20年代了。就是你讲，你如果打这个给香港人的现在的小朋友，他们觉得你很 low， 就是老一代。我讲，可是很可爱啊，口口一嘎。我们以前那种飞轮海头，飞轮海那种垫那种玉米须，他们炸了，不会了啦。OK， 三比一了。系啦，加油追上嚟啊！好，第六题。哎，点解会讲噶？哇，好劲喎你！什么意思？点就是为什么会讲的啊？嗯，不对。点解讲噶？你说讲？为什么会这样啊？是吗？对，可是哦。狗在你身上。这个拱为什么是干吗？我要练练给你听，我练了之后你一定会听过，因为周星驰也是这样的，搞笑的时候会用。真的？点解会拱噶？点解会拱噶？点解会拱噶？来来来，第七题。哎呦，你讲，你讲知，你讲知我啊。你讲的嘢我一啲都听唔明喎！哇！太难了，什么东西？加油！不是他刚刚讲什么我都听不懂。你讲的，你讲嘅，嘅就是一个字啊，就是一个音啦。我以为 G E 咧，讲嘅嘢我一啲都听唔明喎。对，香港人真的，我真系听唔明啊！真的会这样写啊，香港人。哦，以前。密密麻麻，超难懂的，真的是。是几比几啊？四比三啦！哎，来啦，第八题，这个有点难哦，这个难哦。完蛋！这么难的吗？我好叻我啲，好叻我啲，好叻我啲。啲。I fall 你。I fall， 爱死你。爱死你，什么都爱死你这样。Friend 几啊 ？My friend 啊，粉粉。这是什么？你可以提示吗？好好，这个字是重点哈。啊，怎么念 ？Love。Love 什么？别乱讲啊！我好 love。我好 love 我的 friend 几啊！我要死你。那你们解一下那个 love 系咩意思？解中都可以赢啦，解都可以赢啦。太快了！五秒多。我好什么？我的朋友们是吗？爱死你！我不要我的朋友了，我爱死你！不要朋友，要爱死我！这个道理跟刚刚那个是一样的。什么东西啊 ？Love 是 love。Yes。跟那个 support 是一样的。Yes。我好 love 我的 friend 吉呀，吉呀什么 ？Friend 吉就是一个就卖弄可爱，就是就 friend。对。我好爱我的朋友，爱死你。Love 什么？哇，来到我。他是 love。Oh my god！ 这样是数字题哈，可能你们比较会懂的，应该会懂哦。这个比较简单 ，maybe。嗯嗯，就是嗯嗯这样。
回应的是吧？就嗯，答对。什么？嗯，还是你想成泰文的？哈哈，你们会用这个字吗？嗯嗯，这个我知道。不会，哎，不会，因为我们马来西亚不会念嗯呢、啊。那八八六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吧？拜拜喽，很少会这样。我们还会八一八一六哦。啊，拜拜喽。那最后来喽、哦，来喽、欸！不会就八八六吧？不是、哦，不是，对，长一点。我蛮紧张哎，啊！哎耶！嗯，拉高高。啊！嗯，拉高高。嗯，戆高高，没有。你放下来，还给我讲脏话了。嗯嗯，他是要念另外一种语言，变成是广东话的。five five six nine nine就是以前小时候玩的、啊，对，哎，拜拜圣奶奶，啊，就有点像，要叫你收赔啊，啊，五五六九九就给他一套密码，啊，啊，我们冠军，耶，大文朋友们，谢谢谢谢、欸，但我台湾人答对四题，还 OK 吧，还是很厉害，做题该做到三排，哎，冇啊冇啊冇，所以呢，这个呢就是我那个年代就是风靡一时的香港的风靡，风靡一时的香港火星文啦、啊，没错，好不好玩？大家觉得？我觉得好玩、欸，很多密码在里面的感觉啊、嗯。我们还是有可爱的年代的，就是。不过，不过现在的小孩应该也有自己的。对，有可能我们不懂哦。哦，太啦太啦，就是如果有新的一些潮语还是什么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我们来猜猜看。对，那非常的感谢 Sara 跟超强。那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就要订阅我们三个人的 YouTube 频道， yeah! 还有就是我们的 IG。那记得还要干嘛？干嘛嘞？没有啊，没有。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好吧？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亲奶奶。